欢迎收睇晚间新闻，我是陈嘉欣，祝祝大家身体健康。今日的主要新闻有。近32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珠帘河水烟花。乡议局为香港求得中签，市民话家宅不吉，求财不遂。受到高铁和港珠澳大桥带动，过去两日访港内地客多了30%，但业界就话旺丁不旺财。特朗普发表国情之文，呼吁停止党争，又提到中美贸易战和第二次美朝峰会。详细的新闻内容，年初二晚有贺岁烟花汇演，加入珠帘主题的烟花。警方话有近32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财神到，财神到，高兴得好好。见到金元宝就知财神到。财神到，连埋八字图案，为历时23分钟的烟花汇演揭开序幕，寓意人人都发过猪头。招牌猪鼻图案配埋本地动画麦兜主题曲，象征猪年大吉。When I fall， 下星期四就是情人节，情歌加埋红色心形烟花，营造浪漫感觉，祝有情人新一年继续甜到流。烟花勇闯高峰，向四方八面发射，代表住步步高升。一幕团团圆圆，出现多个圆形图案，演绎亲朋戚友乐也融融的情景。好戏在后头，10.7寸锦官纽带紫心礼花弹在高空连环绽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维港两岸都逼满睇烟花的市民和旅客，包括专程由江门来香港过年的这一家人。猪妈啊嘛，猪妈都系两个鼻嗰度，好特别啊，好震撼啊，好中意啊，第一次嚟香港睇烟花，好开心啊！有市民就带埋小朋友嚟到贺猪年，要嚟尖沙咀睇烟花睇猪猪喎。今年啲金嗰啲咧就真系太多，好靓好靓好靓系啦。不过始终就系太大烟就失色咗少少咁咯，就变咗有少失望。烟花汇演合共发放23000多枚烟花弹，以普天同庆作证，祝新一年人人都行大运。无线电视记者陈乃琪报道。乡议局按传统趁年初二车公诞，去到沙田车公庙为香港求得中签。今年车公保诞加入庆贺仪式，乡事派亦都转到殿内求签。乡议局主席刘业强先为全港市民求签，他求得第86签中签。石田为业喜非常，画饼将来未见香，怎晓田耕耘不得，哪知食不充肠。签上面写解约出入谨慎，家宅不吉，自身平安，求财不遂。市民意思是咧，香港系基本上个基础非常之好，本身嘅底子又好。咁有好有優勢嘅，咁但係咧就啲規劃咧種種咧就係要需要香港嘅市民大眾去支持政府嘅施政，咁樣咧就先係有更好嘅明天。亦都有解簽人認為簽文係話政府推出嘅政策疏漏，4000元派錢啦，咁亦都會係出現咗有錯誤嘅，或者個思路啊各方面會出現咗錯誤啦，咁最後咧都要調整翻。沙田乡事委员会就为沙田区求得第82签下签，心中日服自思量，时运未通怎主张，进退难为无定处，恐防患祸与灾殃。不需要跟下签啊，但系大家小心谨慎咧，同埋咧就系做事小心啲咧，咁啊样样嘢都系可以化解噶。旧年乡议局亦都为香港求得中签。不過投籤期間出現混亂，懷疑同沙田投得的籤調轉了，為免再發生同類事件，今年安排專人跟進兩位代表求得的籤。無線電視記者黃德蘭報導。車公廟今日開放去到下午6時，超過45000人次參拜。而
夜晚十一點指時開始通宵開放，去到聽日嘅下晝六點。入屋叫人，入廟拜神，嚟到車公廟要先打鼓，唔准封車，再誠心上香許願。平安啊，大家都身體健康啊，咁樣咯，係啦，一家人最緊要都係咁樣啫。政府真係出啲力啦，即係好多時咧，如果俾心機啲做，大家咧都可以搞好翻個香港噶，唔好咁多爭拗。當然財爺派錢啦，即係就算派錢都好，唔好搞到咁複雜啦，啊，簡單啲啦。功課少啲，仲有咧？可以進步。香港市民又開心又平平安安係嘛？車公廟晏晝人流增加，警方實施人流管制，安排善信分批入廟。有風車檔檔主話：今年天氣和暖係好開始，亦有檔主話多咗市民講價。經濟差，可能我哋開38蚊，可能佢話28蚊啦咁啊。風車檔檔主就話：風車有大有細，各有唔同意思。但最重要嘅係個風車識唔識轉，明年先會帶嚟好運。好，先電視記者徐子瑩報道。有市民夜晚在沙田車公廟外面排隊，去到夜晚十一點指時，踏入年初三赤口入廟參拜。再提一提大家啦，車公廟今晚係通宵開放噶，去到年初三嘅啱啱六點。入到廟殿參神的人，即是限帶三支的細香，廟裏面也不設化寶和嚴禁點蠟燭。轉下其他消息，今年的年三十和年初一，訪港的內地旅客較去年增加35%，但有零售業界就說，不少旅客都是即日來回，生意未必受惠。入境處估計年初二是陸路出境高峰，在高鐵西九龍站部分班次的車票已經賣光。農曆年內地放7日長假，但係唔少內地旅客話係即日來回香港。即係話要入出深圳。哦，我都在深圳玩，比這邊好。我覺得可能酒店比較難定吧，然後價位可能比較高。另一個陸路口岸港珠澳大橋，旅客嘅選擇亦都差唔多。去這個港珠澳大橋，好像說要得過去就回不來了，我們在這裡到一個下面可以了。今天上午了過來的，我們現在就回去了。到珠海，基本上没买上，因为这个过程好像没找到购物的地方，呵呵，还不太熟悉。今个农历年多了高铁和港珠澳大桥，访港旅客比往年多。年三十和年初一，各个口岸一共有24万内地旅客访港，较去年增加超过35%。农历新年是传统消费旺季，但有零售业界就说，就算旺丁都不代表旺财。他哋開嗰啲單咧，每一張平方嘅單據咧，其實係減少咗嘅。咁即係佢哋消費意欲，即係其實同樣係減少咗啦。人民幣匯率咧，其實佢一樣咧，同港紙爭咗成10%。業界繼續做好多啲服務啦，即係希望即係我哋繼續以我哋香港嘅正貨正品咧，吸引多啲嘅外來遊客。邵家輝亦都認為政府要規劃更多優質景點，吸引高消費嘅旅客，並加強向東南亞、歐美等地區旅客宣傳。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谦报道。出嚟翻嚟我报道。